就在刚才啊，这个地震呢是在6:41左右发生在中部地区，有感地震，瑞士规模5.6，震央呢是在南投县的仁爱乡，地震的深度是46.9公里。那么各地的最大震度呢，在南投国姓、台中市还有德基是4级，那么在彰化、花莲、宜兰、南山也是4级，在南投市云林斗六，还有苗栗的鲤鱼潭是3级。那么待会呢，更多的详细的地震报告，稍后呢气象局会做出说明。